它的这个整体的造型跟它的这个压折一模，都跟之前不一样，所以它是 2.0 升级版，更弹更端，不易变形，回弹力也很够。然后呢，前面圆领后面圆领也不会有过高过低的一个部分。然后呢，这个会咖色是今年我觉得非常流行非常显白的颜色，看起来不黑不深不浅，上班的话很可以买这个颜色。白色是我每年夏天的万用背心，穿一整年的，好，弹性非常的好，而且今年的面料又再升级了，跟之前不一样。然后呢，白色本来就是微透微透的，上下边都有做卷边的部分，然后你真的随便拉随便弹，而且它还是韩国空运来台非常有质感的小背心，放出来就是完全不紧身，自带腰身，回弹的效果很强，所以呢它也不会松掉。大紫色的话我觉得是里面颜色最亮的，今年很流行这种莓果紫，有点蓝蓝紫紫的，然后呢你这样出门我觉得是也蛮轻松的，但不会到那种一定要去度假的氛围。然后它也够长，所以你穿一些这种这边啊镂空的这种腰线的话，也不会就是太过于长或是短，我觉得都恰到好处。然后你看它的肩带，我觉得也不会到太宽太窄，刚刚好。